OK， 好好过来，有我。 小强，你还是去上次那地方。好，你去南阳镇找红爷。好，猴子，这趟有点远，你跑一趟。OK， 没问题。小凯，南疆镇照着路线走，好好干。没问题，出发。 我送你去山底下。走好。一路走好。 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老板放的。老板？谁是老板？什么老板？别说别人，先回去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。哎，拿着。师哥！师哥！ 人呢？不见了。
紧打电话。说好了两人前，外加一人头，现在呢？啊？现在我的人伤了好几个，两辆警车全毁了，你耍我呀？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别给我来这套。我告诉你，老子今天晚上就要在这儿破案。领导，你也该给我点面子吧。不是我在这罩着你，你混个屁！这个量足够你立特等功了。人呢？我会安排。我让你找个带你挂去走五号线，谁让你他妈改计划的？我为什么要找你改去？傻子呆子，知道吗？傻子，傻子！对不起，一哥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有什么用？你小子独裁是不是？现在什么年代了？啊！一切为人民币服务，你知道吗？是。赶快给我找个人去顶包。是是。我。还没睡。全是杨斌的主意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程毅什么都瞒，除了能帮我挣大钱的人。我和你一样。什么情况？我觉得也许是程毅在试探我，也可能是杨斌看我心里不爽。那你就更得谨慎。关键是要尽快找到程毅的制毒工厂。我知道。
再坚持一下，杨斌那边我会尽快处理的。我觉得咱们这边可能也有问题。嗯，你一切要小心。会的。刘浩军，组织上计划派人渗透到一个贩卖高纯度海洛因的贩毒集团。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，你可以拒绝。不过，如果你一旦接受，你的特警身份会被取消，你将以一个毒贩的身份活着。服从组织安排。这是你的新身份，从现在开始。你的名字叫林凯。林姐，玉哥来了。玉哥。嗯，勇哥，这是林凯。以后你这的账需要给他。啊，行，没问题。嗯。以后要跟他们处好关系啊。老文，别跑，站住，再跑排枪了。就是我们的分销工厂，以后能卖多少，看你的了。是的，咱一起发财。就是你的。他要啊！不错，机灵一点。本子上记的都是程毅最近带我见过的人、时间、地点。他现在平时活动的规律我已经掌握了。工厂只是制毒的地方，别的还有什么吗？我会继续查。
怎么了？跟我来。打开后备箱。一个，一个。哎，干活了，干活了啊！一个。哎，动作都麻利点。哎。怎么不问我去哪儿？想要说你自然会说的。待一会儿，每一步都得听我的，给我记住了。明白，一哥。走进树林。二号位钉死。这小子绝对踏实。罗总，我跟你说，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意特别火，现在我们的市场是供不应求啊。老板叫你找的人，你找到没有？正在找，一有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你。先点一下。嗯，打开。一共26包。
最好的货。来，来呀！行动。救了你的命，还拿枪顶着我？小废物，往前开！可能了，我来帮天美男。停车。开门，走啊！
方的人。嗯。爸爸，哎，小兄弟跟陈老板多久了？三年了。谁吞了我的货啊？我不知道，哥。陈老板不是说云来警察都搞定了吗？怎么又出这种事？他肯定是出卖我们了。哥，我确实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肯定告诉你。哎，哥，别开枪！哥，我能把钱货都给你拿回来。我知道程毅所有的据点。哥，我对你是有用的，我一定能帮你找到程毅。我做生意可以啊，哥。听老天爷怎么讲？什么意思啊，哥？哎，哥，哥，哥，别开枪，哥！你杀了我，什么都没了。相信我一回，你让人带我回去，我一定把小货给你拿回来，行吗，哥？哥，求你了，哥！林凯，是这名吗？林凯，对。妈，对不起。这次你就别去了，让金蕊去。让我去，我可以。你跟东方一起去，别出乱子。啊！效果显著，成绩斐然。我们要全面落实禁毒工作，一起把毒品这个祸害彻底消灭。这个帮我查一下。穿绿衣服戴帽子的那个是我的人，他应该知道程毅在哪儿。要不要我去问问？你老实点，我盯着你呢。
凯哥，你回来了。这大哥不是说你被逮了吗？小北啊，你现在可以啊。凯哥，你什么意思？警察现在到处找你呢。警察到处找我？你他妈盼着我被抓是吗？你想当老大是吗？不是，凯哥，我不是被收了吗？啊，我自己的，真是我自己的。这哎呀，警察，糊涂哪来的？凯哥，是我自己的，自己的，我自己的，耍我是吗？这来。去你的！凯哥，小潘，行，我知道了。跟一下这电话。好的。是不是你的？不是。是不是？真不是。操！不是，是我自己的。你想找事儿啊？我问到了。真的没有，我是被逼的，我是不配合，他们就会说我去坐牢的。谁呀？罗总，这是让我去送死啊！不说是吧？哎，别，罗总，我说，我不，说好了是生是后，钱和我都是我的，可是我现在连一根鸡毛都没有得到。打给他，约他出来，我帮你要。停一下。谁先说？是他的主意。别出那点脏事儿，逼着我去抢的那批货。别的我真的不是很清楚。你这个龟孙子！你明知你的主意赖在我的头上，把我那帮还给我！别演戏了，我的钱跟货呢？都在他那儿。我骗你，真的没在我这儿。我最后再问一次，我的钱跟货在哪儿？真的都在他那儿。不在我这儿，真的不在我这儿。我们是长期合作，我何必做这种蠢事呢？是他也颇大安生政局，非逼着我跟他合作的。如果他说的这些让警察听到，你会怎么样？想升官还是升天，你自己选。货跟钱都在你那儿。嗯？钱跟货都在他那儿。那没你的事儿了。
怎么样，小兄弟，这货跟钱够你花一辈子了，还回来干什么呢？我回来认识认识你啊，再说这点货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嗯，你大地方来的人，我这个小地方能给你什么呢？ 我要你给我大中华市场。你能给我什么？以后，你不光只买原材料，我来安排所有批文、通关、加工、销售。以前诚意不分给你钱的，我分给你，我保证你翻倍赚。 我怎么信你？所有的钱和货，我都无条件送给你，当做我的加盟费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们坐下来聊聊。你把枪给我。给你，我还有命吗，兄弟？
我信你这样对我。我是做生意的，要合作得看诚意。帅已经离开大本命宫了，阳寿已尽，我也没办法。王副局长，跟我们回去一趟吧。行。怎么样？谁派你来的？到底是谁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叫林凯，程毅的手下。行，你是警察派来的卧底，我是你爷爷派来的，你他妈才是卧底。我就一条烂命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不和我做生意就赶紧放我走。那就看看你能不能活着出去。玉楠，等到了。你以前以一个毒贩的身份活着，我的妈呀！那就看你能不能……那就看你能不能活着出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名字叫林凯。
前辈说，就算醒在噩梦里也不用怕，只要记住自己是谁。我要记住，我叫林凯，我是一个毒贩。都是我的孩子，再忙也得抽出时间回来看看他们。你妻子看上去不错，既然你还活着，讲讲你的计划。你不再问我是谁了？你是谁都没关系，讲讲。我代替诚意，你供货，其他照旧。怎么分呢？五五。你吃得下吗？我要没这点本事，我敢来这儿吗？不过，出货的价格由我来定。起你三了，必须五，否则拉倒。我保证，比你现在赚的翻倍。大地方来的人口气都不小，敢不敢让我回去试试？给你治疗的时候，怕你挺不过去，打了吗啡。我们俩都是做这门生意的，要多少有多少。
刘浩君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别再让我看见这样的东西。成本高，但可以避开卫星追踪。从一颗小种子变成双鹰牌海洛因，只要3个月。我对这些不感兴趣，我只在乎买卖。对，钱最重要。
靠近点。以前入侵三角，找机会联络。到。西文都签好了，够你们用一个月。多久了？你不用担心。我觉得要终止任务。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。你以为我想死吗？他们来了要控制我，接了线就断了，这就是代价。我一定能戒掉，你放心。好了，我已经接触上了金三角的核心人物，他让我代替程毅。整个日光镇装满了干扰器 ，GPS 也不顶用，而且边防有驻兵看守。镇子上没有电话，也没有网络，只有老鹰和他手下的几个人有卫星电话。叫什么？老鹰。不可能。什么意思啊？十年前，我们跟国际刑警有一次联合行动。当时的我就像你现在这样，卧底渗透到金三角一个毒帮。那个毒帮的龙头老大，也叫老鹰。我们实施了抓捕，
但是在过程当中出了意外。我们的车发生了爆炸，着了好大的火。会是同一个人吗？不会，没可能。不过纯度那么高的海洛因，估计跟他之前的团伙有关系。刘亚军，接下来我为你找到他们确切的位置，我们会跟国际刑警联合行动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明白。ขอเชิญวางพวงมาลัยได้หรอครับ我太太，今天是她的寿辰。你在中国干得不错，长老们对你很感兴趣。今天傍晚跟大家聊聊。好啊。能让我们双鹰把钱赚着，赚翻了好几倍啊，就是这个从大地方来的人。这小子叫林凯。我就喜欢年轻能干。有功得赏，有过也得罚。你是有功还是有过啊？功和过我说了不算，这得问老鹰啊。我们双鹰能够成为东南亚纯度质量最高的海洛因，靠的是对配方的讲究，这样
才能让我们垄断全世界。可现在啊，出现了这么个玩意儿，这叫做甲基苯丙胺，也叫冰。就这个玩意儿的利润比海洛因高三倍，我们要不要试一试？我们的技能都是种植，种一树还行，或许这玩意儿谁懂啊？虽然一些不掉行了，我们从农田装进水根，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？对吗？不可能啊！现实是很残酷的，说难听的，我们这一行现在是夕阳工业，我们可以试试啊。冰毒是南美帮的生意啊，我们碰得了吗？你们说是不是啊？老大，我是先搁上，不说了。老大，这么早找我过来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昨晚喝多了吧？大家在一起高兴吗？现在长老们都同意了，冰毒由你来搞，你快把麻黄草搞来啊！我这儿没问题，但问题是麻黄草在中国是禁药，运到这里至少需要五个部门的批文，最难搞的就是警察那边。警察那边不是有个叫汪波的吗？以汪波的级别，他绝对办不了这件事情。你的意思这事儿弄不成了？咱们有钱有人的，为什么不自己找地方种？我不能再等了。要快。为什么这么着急啊？来，张海涛，我老婆孩子都死在他们手里。我知道他跟出卖我的那个人是一伙的，我曾经最信任的人，没想到最后出卖我。那天，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围捕我的机会。
出卖了我。折腾了他十年，我养了他十年，我当然不能让他死了。我知道，那是上天安排他来帮我的。你回国帮我找个人，这个人一定会念着跟他的关系，搞到蚂蟥草。你要我帮你找谁？我只知道他叫华生。华生，没问题。你为什么没有把地图交给老鹰呢？哎，你知道马戏团里的大象为什么都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任人摆布？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训练，谁要是想跑，谁就会被打。等他们长大了，就算脚上没有带脚镣，他们也不敢跑。你说大象要是想跑，谁能拦得住？他们就是缺乏勇气。世界很大，往哪里跑都行。明天往那个方向走，就像小鸟一样飞啊，别害怕。目标出现。帮我去找个警察，他以前叫华生，他是我老板的老朋友，找到这个华生，让他帮我们去找。
叫麻黄草。别闹了好吗？别他妈跟我废话，赶紧去给我找人。嗯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，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去？回去以后你就说，张海涛还在，这个叫华生的自然会来找你。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。十年前的张海涛还活着。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这次计划十分关键，必须要谨慎处理，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我知道，可我不能让十年前的战友再受煎熬。你个人切记不可鲁莽行事，这次一定会把老鹰绳之于法。但是不管有多困难，我都不能让我的战友再继续受苦。等我回来之后，我会向组织上详细汇报的。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分。来来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华生，这位就是要找你的林凯兄弟，俩人都在这儿了，没我事儿了，我先走。等会儿，先坐下。爸爸，你要找的人找到了。喂，何朝生，张海涛还好吧？挺好啊，比废人强点。是不是得感激我照顾了他十年啊？你把他放了。我们俩是不是得当面聊聊啊？你赶紧把他接走，我没时间给你送过去。你先把你旁边的卧底干掉，然后一个人来见我，我等你啊。好，给。走吧。带我去见老鹰。
好。怎么样，华生，你好吗？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。人呢？着什么急？我等了你十年也没着急。少废话，人呢？我养了他十年，为的就是能让你回来。玉楠，今天终于可以向你和孩子做个交代了。他无情无义地把你甩在这十年，我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，朝他开两枪。啊！如果两枪打不死他，就是天意。你赶紧带他走。要是不开枪，你们俩都得留下来，再来个十年。怎么样？
爸爸，把太太送回去。上车。
Thank you.
不管有多困难，我都不能再让我的战友在继续受苦。这次一定要把老鹰绳之于法。 坚持住，马上到了，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。 发现目标，东经，100度24分，北纬20度23分。 Thank you.
大制毒贩毒集团，另有涉嫌贪腐的高层警务人员被调查。据悉，云来市公安局副局长汪波严重违纪，目前已被依法拘捕。汪波被指滥用职权，多次向不法分子提供帮助。市检察院经过调查发现汪波与贩毒。李建国同志用自己的死换来了战友的生命，诠释了人民警察的铮铮誓言，向世人宣告了中国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坚定决心。毒品一天不除，我们的缉毒行动就绝不会停歇。全体敬礼。李建国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虽然没有完全听取组织的意见，但是他为了营救战友而牺牲自己的精神依然值得每个警员学习。我希望你能够延续他的职业精神，为国家，为人民忠于职守，让自己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警察。组织上要委派你一个新的任务，准备好了吗？时刻准备，随时出发。嗯。